今天开一块不到一个亿的石头，具体长什么样子呢？开保险柜，免得大家都知道我密码了，已经改过了啊。对，这块后江的一块石头，打灯全爆，淡淡的桃花春，具体多少钱买的？88,000，沙相当的细，肉也是细细的。这个料子怎么去玩呢？首先开出来看它春色浓不浓，然后它的底水能不能化得开，如果里面化得干净，有那么一包，那就是要大涨了。88,000，今天能不能给它开出冰春，能不能给它干到188,000，开干。这一块石头呢，其实每个地方都能动的，你看擦出来这么漂亮，一片都能擦出来，越擦深了，它色就越浓了。刚刚地板上擦的薄，漂亮，这一片都能擦下来。来吧，展示一下中间这个黑的地方是飘兰花了，春色没有想象的那么浓，但是呢它的种是相当 OK 的。目前来看呢，基本上整块啊它是没有变种，色呢这边会稍微淡一点，到这边会浓一点，但是有没有188,000呢？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，那是没有的。但是呢算不上大涨小涨吧，我感觉能保本吧，不垮就是赚，懂吗？